好，大家好，翻嚟啦吓，而家做第六 round 吓。如果大家去到边一度唔明啊吓，即刻当下影相俾我，唔好擦，一擦咗我就唔知道你系数针数错定吉错窿嘅。OK， 一开始第六 round， 我哋做13、16、26、16、13啦。大家睇住我头先讲个道理就明点解。OK， 一开始乜都唔使讲噶啦，俾两针锁链去 ，skip 咗第一针，唔系唔需要做，而系两针锁链等于第一针啊嘛，系咪？咁我哋做几多针？做12。咁但系12針短針，但系我哋扣翻头先嗰粒锁链当一針计，所以嚟紧我哋做11針短針。你哋话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好，去到呢个位，咁点样样？尖角位啦。跨住鎖鏈，做一個短針，兩個鎖鏈，再俾翻個短針佢，咁就轉咗個頭啦。好，嚟緊我哋做呢度，上一行係14，而家我做翻14先嚇。做完14之後，左右各一個加針，我就自然會有16噶。而家做翻14先，嚟啦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。好啦，做完呢个14啦，咁又去到嗰个锁链位啦，系咪？跨个锁链俾一个短针，两个锁链又落翻头先做短针嗰个位。好，于是你转咗弯啦，去到最阔个地方啦。上一次我哋做几多噶？上一次我哋系做24嘅，今次照做24啦，因为左右各加针，我哋自然会变做26啦嘛，系咪？做24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。 OK， 24啦。咁之后咧就去到嗰个尖端位啦，系咪？跨嗰个粒锁链，做一个短针，之后两个锁链就落翻去个短针下边。做轉咗彎啦，好，去到呢度上次係幾多啊？上次係14，而家我哋想要16啊嘛，係咪？咁我做翻14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。好啦，如是完成咗啦，就去到个尖端端位啦，尖端端位咁之后又俾一个短针佢，俾两个锁链，有一个短针，如是一直去咯喎。呢度记得上次系12针啊嘛，系照做12，因为咧我头先我哋啱喺呢边已经加咗一针噶啦，做完12之后加埋头先我哋加嗰个针咧就会13嚟嘅，12、1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啦，如是者完成咗啦吓。我而家做多一行先，做多一行先。好，六系咪？咁我而家要 round 七系咩啊？咁如果加一，你识写啦，系咪？呢个18，呢个28，呢个18，呢个14，对不对？咁好啦，我掹高啲张纸先吓。呢个数第七 round， 好，俾两个锁链先。翻转头，第一边要做几多针噶？第一边上次我哋做13针系咪？而家应该我哋咧就吉13针啦。咁但系因为一针。我哋用兩個鎖鏈頂咗佢啊嘛，係咪？咁即係咩意思啊？即係而家我實做12針啦，嚟啦喎，1、2、
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去到十二完咗之後咧，你會去到個尖端加針位嘅。好，尖端嗰個鎖鏈挑翻出嚟，喺鎖鏈下邊做一個短針，兩個鎖鏈，一個短針。好，預試完成咗啦，直接就去做幾多針啊？我哋要十八，實質勾十六，因為咧左右我哋會各加一針嘅，轉彎嗰陣。好，我哋十六針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做完十六，你會去到咩地方啊？你會去到嗰個鎖鏈個尖端位啦，係咪？咁一樣啦。在個鎖鏈位下面挑起它，做個短針，兩個鎖鏈又落返頭先嗰個鎖鏈下面嘅架底位。好，之後轉彎啦。我哋而家想要十八，咁即係我哋要勾幾多針？勾廿六針，因為頭尾嗰度咧自然會有加針嘅。OK， 廿六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線下啦，就線下喺度。掹翻好佢先，好，而家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廿一、廿二、廿三、廿四、廿五、廿六。好，做完廿六之後點樣啊？你又去到個尖端位啦，係咪？一樣啦，俾兩個鎖鏈，俾兩個短針中間夾鎖鏈，一個短針鎖鏈又短針。之後如是者，你又會轉咗彎，轉咗過嚟嘅，好自然。好，嚟到呢度，你想做咩噶？你想將會得到十八，但係你需要積十六，因為咧左右嗰一頭個加針加，我哋自然轉彎就會做噶啦。好，嚟到喎嚇，十六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 ，OK， 咁之後咧去到個端端位啦，嚟咯喎，短針，兩個鎖鏈，又短針落翻頭先自己嗰度，咁於是者你就轉咗彎啦。而家我想要十四，實質勾十三，因為點解頭先多咗個針，啱啱已經做咗啦，轉彎位已經加咗針啦，所以做十三針，嚟咯喎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好，如是者就咁啦。大家好奇怪，諗緊點解呢一個會係畢業袍咧？係咪同大家試下笠落去先，笠上去先。笠上去 ，OK， 笠落去，你見到呢個五邊形不停喺度加大咗啊嘛，係咪？咁最尾你見到呢、這個跨住咗個夾，我哋再做大啲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可以埋夾，咁佢就會變成一件衫啦，得唔得？埋喺呢個位，咁但係而家當然唔夠埋啦，你埋得呢邊，呢邊又掙開咗，我一定要做到某個位大到咧，你攣住兩個夾底呢度咧。
都要係著到嘅，咁我哋先至為止做得啱 ，OK？ 咁所以咧，點解我哋話要做多幾行就咁解啦？一來咧，呢、這個 IKEA 好睇上身咁樣啦，因為我哋攞佢個衫褲唔係攞佢膊頭，我要攞佢 hip 位，如果唔係咧，佢上面著到下邊 hip 咧就窄窄就好奇怪 ，OK？ 所以我哋要做到12行，咁好啦，7行做完啦，下次翻嚟我哋做8行9行，好唔好？下次翻嚟見。